大家好，我是依依料理，欢迎大家在宝宝之声来收看依依的免费的图频道。最近呢，我买了一个蒸锅炉，很好用的，现在它蒸水蛋蒸得很好，然后呢，蒸很多东西都非常的好方便，然后顾东西也非常好方便，挺好用的。今天我就蒸那个皮蛋、鸳鸯蛋，蒸水蛋，然后把它虾进去。看一下是不是很亮啊，很好吃的，很不错，谢谢大家。